那，果然我是漂亮。你不要跟他飞起来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。你去后面。太久没有拍 YouTube， 不知道怎么拍上面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韩小爱。我现在进了剧组7天，今天是我来的第二天。我刚刚已经 set 好我第二天。很疼啊！这里超冷，看到头发冒烟。我就拍了一个节目，然后节目名称还不能说。我们是像旅行这样子的，三个女生进剧组是非常开心的，因为我可以一直吃一直吃。所以现在我的小助理要跟我玩一个游戏，来，我们来挑战。小是最喜欢我挑战的东西，你这次应该会疯掉。我觉得没有什么东西好疯，你可以进来到这边都已经够疯了，因为这里完全没有线。游戏就是24小时不动手机。不可能，神经！我昨天为了要找那个线，我这边正直。这里完全是这样子，连 WiFi 都没有，不可以玩这个东西。我要拍照嘞，拍照。我帮你。哦，我就是不可以动。哈，我的前男友昨天跟我讲早安，我还没有 reply 他。不可以玩这个 game， 不值得，不值得。我挑战成功怎样？你先攻来上。哎，很折磨嘞。其实你应该昨天晚上开始的，这样我就可以已经浪费了整8个小时，昨天都不能按。今天拍一整天嘞，比昨天更久哎。听到吗？鹦鹉都为我呼吸。我要换回昨天的衣服先。OK， 看度。已经换好昨天的衣服了，像是要碰多一点。如果遇到真爱的话，就算刚分手，然后就问我，怎么你谈恋爱没有公开？可是你分手要公开嘞，神经病啊！谈恋爱的时候公开，你要收兵的吗？分手了，你就要跟兵讲你们有机会了。不是啊，其实很多观众还是粉丝遇到我的男朋友，然后看到我跟我男朋友牵手，觉得我这是男朋友吗？然后我就会点头，就问我其实公开呀、啊？我讲时机到了就公开了，然后现在分手大家跟他们交代啦，就那几个人罢了嘛。哎，平常我看我美吗？我觉得我只要斯文一点。哎，不能，我很黄，我要黄到美的地方。看起来啊，我是有光是美的，见光漂亮，带大家参观看我这边。哎，但是我要你可以拍过去，我要换马赛克。很麻烦的咯，我跟我老板讲，叫他请个嘎嘎给我。有人收拾吗？不会，不会收拾啊？不会。而且我要找东西，想一下我要带什么出去。我前天来的时候，我去买了一个包，非常的冲动，就想要买一个包奖励一下自己，因为生日还没有买到。就是我每一年都会有一个月都是花的很奢侈的，就是9月份的时候我买了，前男友不喜欢，所以没有买。现在分手了，买呀。糖果要拿，为什么要准备糖果在包包呢？随时要接我的时候都 easy， 嘴巴就香香甜甜的，我就这样子骗我前男友的。对，我是前男友追我的，所以后悔哦。他怎么愿意分手啊？不能跟你讲，跟你讲，你就发现是我的问题。因为我房间没有 WiFi， 我真的是想找我的 WiFi 这样子。坐在这里，难得以为有线，怎么这样子？因为这样子可以connect到 WiFi， 可是那还就一直断 ，WiFi 是完全connect不了。然后我就这样子，又没有哦。他本来有一点点的，他就给我收到 message。每天睡觉前就有人跟我讲晚安，幸福。我都有看到 message， 只是有时候真的是谈恋爱不 reply， 我会多 reply 你们的，真的爱你们深深。也很伤心了，刚刚我去 lobby 的时候哦，我 connect wifi， 你知道吗？然后哦，我发现到又有人找我，我伤心。惨了，我正要想我等一下要做什么，12个小时不熬得过没有？又不能听歌。其实我觉得我可以没有 wifi， 可是有音乐，我可以活24小时。OK，Let's go。我的宝贝要坏掉了，你看。他已经要去了，其实我东西还没有做哎，撕一个链，一摸等20天，工作都不用做，还好我有你。助理在帮我做。我的妆容跟昨天不一样，是要给化妆师救，因为我已经把它化成欧美。这边都是水。我有在拍 vlog 哦，各位，所以可以说 hello。Hello。这个叫 Sandra。Hello。 我感觉自己好像一个明星这样子，有 feel 到我像明星吗？你不是，我好像是。我讲完自己像明星，你也不要跌倒嘛。就是男友装，你的女朋友就这样子。小雨，我们参观一下。然后那边在拍摄。我们看 Emily 在干嘛 ？Emily 在拍摄什么 ？Kendra 在上面拍摄，就是我们做的地方。我要到有 WiFi 的地方了。
走路要斯文一点。你不是要找男朋友？我不要找男朋友，我不要男朋友了。如果你们也是走走停停，你们要过是吗？你看后面很多人。那里就是他们的 lobby， 唯一一个 WiFi 最快的地方，跟你可以打电话出去的地方。你在哪里全部都没有线。哎，看那边很美。其实最美的在这里，臭不要脸，看他们两个，他们两个就跟着我，我真的很怕我被挑。有没有看有一个东西最喜欢跟我吵架？看啊，我跟他讲话漂亮吗？我叫一下来听。那果然我是漂亮，漂亮吗？喂，他最喜欢我的鸟。所以我走开，你可不要玩鸟，不要玩鸟。现在我穿好了新的 look， 因为要去骑脚车，刚刚那个裤裙有点不方便。看到我骑脚车吗？我就是很多博。现在几点了？我没有按手机几个小时啊？现在10:30了，差2个小时。你最长的时候没有按手机多久？昨天到现在6个小时哦，现在6小时。想要摇我一天可以7次，妹妹。哈，我完全没有翻跟斗了。你I'm like a monkey。还在休息，因为拍摄我们不可以太暴露。现在 off cam 我就这样子，很热，然后我流了很多汗。没有手机就是跳舞。惨哦，都没有事情做了。我们几点有拍东西？所以我现在要做什么？我拍 vlog， 我的挑战是24小时不要按电话。现在又不能按电话，我可以做什么？我懂了，拿 speaker 跳舞。脏了，脏了，我们在这里。然后我们就可以拍美照了啊！对。OK， 现在我们在学习，刚刚真的是狼狈到爆。然后这是我的房间，两个妹子在外面拍摄。然后这个是有一个 GoPro 在这里，这里有很多鸡鸡鸭鸭。哎呦，很久没有拍 vlog， 有点不习惯拿镜头。我整个肮脏就躺在这个床上。我会连续拍10多天的摄，就是连续拍3个礼拜，想要 enjoy the life。因为我觉得我很急躁，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了。在这个节目里也是有一个角色是让我最承担不起的，就是在这一个 trip 里面，我是必须是一个勇敢的女生。但是我看到鸡鸭，我就在那边叫来叫去，就因为我真的很害怕那些东西碰到我，因为很恐怖。如果他们乖乖的我还行，然后我脸就会是。我觉得我在这个节目里表情管理非常差。这个房间里它是这样子的，然后我让助理陪我一起睡，因为有点靠近呀。他不是青蛙，而是我很想哭，你不要给他飞，你知道吗？他飞我跟着会飞，这个你过来那边，这边跟着他，你看到没有？我不能，你那边有一只青蛙，这个就这样子。喂，你不要给他飞起来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。你去后面。我一样。你看屁股啊！我不要。OK 啊。妈呀，到底你还有什么东西的呢？妈呀，真的。我脸很红吗？还好，用粉底膏。上厕所。
Sandy， 昆虫们有吗？怕吗？你在喊什么？我喊是因为要给他们知道我的实力。你吓到我！你看那个马桶，我怕那个马桶有。我一开，你还去飞出来？对呀，救我！月亮好像也是顶坏的。月亮也是怕，哎，蓝脚鬼来的，你就快点离开！你要有虫子，有的话就抓给你哦。不要，你看有没有虫子？哎，我有什么没丢？丢掉！我要丢哪里？丢你房间呗？丢外面，这鞋子会不会有虫子？我的垃圾全部有虫子。他会被浮上来，我很怕他浮上来。隔壁两个怎么我们没有怕的？我们怕青蛙的吗？那个声音不能哦，我的耳朵我真的很想哭。有虫啊！有，等下我喊，你要注意听。我会喊，我会喊大声。电话没有线，找不到人救命的。他又跑掉，我就不敢动。被敌人不动，我不动。敌人一动，我就。我讲 call 你，打给我。我讲 call 你，这里我没有 WiFi。有，我给你。我不可以用电话，24小时。这样我救不到你哦。这个也要用电话了，对的。我的手机呢？我没有 WiFi。我有 WiFi， 有 WiFi。那我可以走进去呀。小事啊，昆虫是故意加加。我是没有爬过来。如果他再来生枝的话，我就讲老娘必定奥林匹克第一名。人生很不快，真的。我真的觉得我累了，你可以不要再肉了，我真的很累。我不想洗澡，我不想上厕所。才11点多，我等下阿拉还是要动手机的，我一定要起来洗头。真的是我突发状况，我现在才发现到手机的重要性。那我们明天见，明天8点就结束了，我就可以按手机了，对不对？天哪，天哪，一群鸭来冲着我来，我都没有这样怕。如果突然间那有一个青蛙，也是怕青蛙。我们得看会不会有青蛙，然后我们向着青蛙不能进来，来，结果有一个青蛙。现在直接整圈进来，开一个灯照外面，然后就发现全部整个青蛙在看着我。你出门看会比较快，真的。你看，看到青蛙？我现在开门给你看。看到了，不敢穿我那个靴子，我怕里面有青蛙。它在等着你。你不要叫我。你听到吗？它在叫你。真的，但是这是青蛙声音吗？你有蛙？问什么蛙？这个是青蛙声音来的，你没有听到吗？他们跟我听到了，我要。有听到这个是青蛙吗？我听到很多青蛙的种类，还有个是，它有点像蛙子的声音，可是它也不是蛙子，不是铁不怕铁不怕的吗？有可能怕一只青蛙嘞？不是一只，它是很多只。看起来现在我觉得我是安全，我现在连洗澡都害怕，我已经很突破我自己哦，没有洗澡上床，认真要卸妆洗澡，开玩笑了，明天很早起。我们明天见，来。今天是生病的一天，刚刚我们赶鸭子，然后穿回昨天的衣服，然后非常肮脏，然后睡不好，昨天还发梦梦到青蛙，我挑战成功吗？昨天。我们24小时不按电，我确实是没有按呐、啊，我有按电不知道，因为 off cam 嘛，然后又睡不好，然后睡醒的时候很懵，因为这里有很多不同的昆虫，然后我就。啊，太可怕了！节目组骗我，跟我讲早上会有很多鸭子很吵，结果其实是青蛙啦。现在早上的时候你完全看不到一只青蛙的，感觉就非常的 fresh。OK， 所以喜欢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分享、订阅、按赞。希望我不拿到拍不了，拜。沉浸在绿意盎然之中，那边那边 ，I'm coming。徜徉在碧海蓝天之间。见证古色古香之美，尽享各式住宿风情。啊，我们的房间到了！本地最霸旅行出游，11月26日起，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，8度空间自由自在播出。